正月十五元宵节给大家做汤圆，而汤圆真好吃。哥，我想吃橘子。我一打元气森林换一个橙子啊。好的。OK。我有水果。四哥吃完了。你是老妖，你是老妖。嗯，给你了。你还是在上嘴吗？公司赚钱了，给你俩一人配副牙套。还是我们十个人在一块儿干活比较爽。热血。累坏了吧？回家吃饭。别看了，烫着你羊屁股了，走开。他的发声方式不太对。妈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有啥事你们吭气，我们能做到的就尽量做。你看又过来了，哎，好痛，咬你啊！多生点娃。那是公的哦，这是公的，好吧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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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好像有点不太。咋想的呢？三瓣了，我晕了，我脑袋瓜子都震起来了。哎，能不能等我弄完再冲？你在这边抬一下这个管，然后我从前面摇起来。走吧。哇哇，哎，你干嘛呢？这个不是生转的。不是不是，我先把它插这儿。你听组长的。我让就弄死你，我弄死你。